这个议员也不知道是谁，就全当故事听吧。俄罗斯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。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他说美国的议员的子女大多数在美国，而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的子女也绝大多数都在美国境内。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，这意思要拿人家的孩子要挟。祸不及家人，这个话不知道美国人怎么理解的。我觉得拿人家孩子来说事儿，多少显得不太地道。评论：朝阳远泪美帝版学得太快，也太坏了。评论：你位置说得太准确了，你要不安全。鸡蛋里挑个小骨头，天通苑是昌平的，不是朝阳的。这是不是也和兔子在说你的远泪也在美国？自信点，把问号去了。看看老家，你家的。